感谢深圳小伙啊，给我这订了一个太阳带白色啊，小杆嘎嘎板着。老铁说了，拿我杆给我来个六个铁骨球，轻了发货，轻不了退货。今天他来了，五号手底带啊，第一杆巧立。你看这个力，老铁巧不巧啊？然后给你叫到七号球，别整太直了，哥们儿啊，咋的不值不要钱呢？怎这么直啊？这球只能这么推了，也太直了，加不出杆法了。这球还是高杆小力啊，打到最保点，看见没，老铁，保证进啊，就这铁库球。然后这球咱们来点杆法啊，二号球带点低杆，呱嗒往这一呆，哎，四号球走出个小位，看着啊。还是啊，中低杆一个巧力，看着杆送出去，看着啊，嘿，看见没？这杆就这么一送就来了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打四号球，高杆给一点右塞，看着啊，就一点点，白球往上一走，哎，对喽。然后看着这个翘粉了吗，朋友们？你就对着这个翘粉这个位置打，哎，从这打，看见没，老铁？这一号就保证有进，看着啊，啊，正好是进球点啊，没毛病啊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